九月，一个游客离去，季风来临的时刻。此时的澎湖告别夏日的喧嚣，慢慢回归它的自然本色。也许少掉一些观光的心情，穿梭在离岛之间，更能感受这些飘浪在蓝海的岛屿究竟浮沉着什么心情。澎湖愿景有点雄伟的名词，对于澎湖子民，愿景就是生活里的一二三事，有些平凡，有些无奈，有些平凡无奈后的小小奋斗。紧邻机场的爱门沙滩上，李天宇村长保持十多年不变的习惯，每天一早来到沙滩，开始沙滩整理工作。正常的话是不头每早起吼，啊来整理一下，整个人都像清醒吼，啊都做回来迄落，做来搬走。紧邻爱门村后面的这片沙滩，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金黄色的沙子。一直是村民最亲密的社区公园，村民除了前来运动，也会自己动手进滩，维持沙滩的美丽。我咧看咧，这拢够干净的啊！你逐天早起拢来整理哦？嘿，拢来行行看看。阮因太多整理了哦，这段时间，这时阵较无海草啊，较无这个杂树啊。大树差不多拢清净。其实，爱门沙滩的出现不仅是上天赐给的礼物，也是人为保护的结果。在渔业兴盛的澎湖，许多村落靠海的地方，多数被辟建为渔港，或者建起长长的堤防，让美丽的海岸慢慢不见。爱门村由于从事渔业人口不多，村边的海岸线一直被保留下来，但是在早期依旧是垃圾堆积、杂草丛生的地方。除了村民出海捕鱼，没有人注意这片沙滩。这种东西，没整理哦，狗跑不进去啊，进不去，都那个杂树杂草很多。啊，我想当时就我们就，我想当时有在看嘛，讲加整理起来。李天玉注意到这片沙滩的美丽，六年前就结合村民动手整理沙滩。四年前探访爱门，李天玉为了清理沙滩上的珊瑚石块，自行改装怪兽沙滩车，保持沙滩的安全洁净。每到东北季风来临，担心狂风吹走沙子，还建起定沙网，阻挡风力，保护沙滩。爱门有片美丽的沙滩，在几年之间成为澎湖著名的旅游新景点，大量游客涌入。澎湖风景管理处规划将爱门沙滩打造成为一座海上乐园。我这有一规划，就已经规划一个爱门滨海游乐区啊，饭店免管啊，百景的咯。我他有设计图，一边大楼，你同时连那个道路，他什么都规划好啊嘞。一个财团咯，一道来，包括这个游乐区全部从饭店一路来经营。但是去年一项委外经营的 BOT 案，伤害爱门居民的情感。他们苦心整理的沙滩，成果却被收割。沙滩与社区共荣的心愿，成为遥远的梦想。村民对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我们小姑子大家都不能接受啊，
以前我在沙滩，因为他一切我不标进前吼，他没有登报，啊没有公文吼，还在公告就是说爱眠沙滩要不要人家标吼，叫人叫人家参与，连工都没有了，没有所以在背景感觉讲啊，就是比较不公平嘛吼。委外经营让沙滩成为一个商业战场，打破沙滩上的宁静。为了游客的油漆安全，他们在沙滩上拉起警戒线，拒绝沙滩车的进入狂飙，更不满意经营业者只做生意不整理沙滩的心态。我娘管理他只能讲，不让他做，为什么？他起码你要把这个要维护很干净嘛。我们好不容易已经维护好几年了，你天气变了，什么这个老古树啊，这海草上来哦，它也都不在整理啊，不在整理中，当然我们不该用嘛。没有人比爱门人更爱自己的沙滩了，他们想要透过社区力量争取沙滩回归社区，于是他们想出一个方法。哦，那主要是讲，因为就大家不适应，是讲啊这，大家嘛是看川顶这个沙滩整理这水哈。啊，咱家无啊，当经营，外围经营较唔甘心安尼啦。啊，像都大家也意愿也有，啊，阮像就讲，用这机会，咱若标起是吼，家己做，啊，一寡咱主地有就只个有，只个有机会，嘿。他们计划以社区为主体，号召村民入股，成立一个公司，参加沙滩经营的竞标，合法成为沙滩的经营者。村中的大庙一直是村民活动的中心，平日会有小贩前来兜售物品，大家聚集在一起也会谈起这件村中的大事。沙滩袂啥赚钱啦，嘿，我公司我开什么公司，嘿，袂啥赚钱。你又搁请人工啊，啊，收入少，人好少啊。所以你就较袂成功。人数少啦，人数若较侪，就会赚钱啦。啊，人数少吼，出入袂，当天时就无啥人出入啊。成立一间公司，经营一片沙滩，对传统村落的居民。是有点难以想象，在李村长和社区成员奔走下，终于要召开第一次募股大会。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村民愿意加入。诶，咱各位大家晚安吼，这是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的方丈，咱来议议哦，那么该成立一个。娱乐活动中心、娱乐公司吼，啊，若是想要参加的人吼，咱等下七点半吼，大家小坐来咱活动中心开一个活动会吼。募股大会开始，村民参与的人数比预期想象的多，大家对于新公司如何运作有着不同的想象与意见。那就是这嘛，这个沙滩是咱爱慕的，永远改变不了吼。啊，品管所正接管是讲，因为接下来正做黄平富嘛，黄富，咱正不讲水产的货台就停了，正着对一个那个公司成立了。咱社区个，咱社里大家认可，流动率大嘛吼。咱社区个要经营。咱这个社区要成立一个公司，咱就要依照公司法行。哦，这不是一般的社区的发展协会，是社团啊，是财团，它不是，伊是要用公司法。啊，公司法内面，咱原则上，咱爱先做一个经济部相关书，爱有一个公司名称。其实呢，前嫌哈，那公司的前嫌是爱门休闲娱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啊，之前有讲到当初选当初的哦，叶文辉甲陈董，
因为一百万不上嘛吼，所以我是会补充人数会当七个人，啊另外监察人员吼一个，我是感觉有较少。公司的成立，大家希望是有多数居民投资加入，不希望有少数人独资经营，让沙滩真正成为大家的资产。我们这边村里面大部分说金公教的人员比较多，那筹设到公司的阶段来讲的话，也是算比较没有经验。那所以说在讨论这一种，有时会用以前比较用人情的方式，或者是说比较随便的方式，就是说让它通过。但是这一种是有公司法的法规，我们就照公司法来规定来走。其实赚多少不是最重要，大家只是想要收回沙滩，用爱护故乡的心情照顾这片沙滩。那刚才车站的股东大会时候，我们要重新选董事十一个，甲监察人三个，所以今日咱选的十一个是干那筹备会的委员名名。担任澎湖农渔局副局长的李文柱，也是爱门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为了争取沙滩回归社区，他投身在活动之中，协助大家组织公司。红灯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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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神一票。现在当选的董事哈有李天义，我就照这个名册下去宣布哈，洪维文、李天义、李武进、刘天丁。股东会议结束，筹组的公司有个雏形，爱门沙滩娱乐公司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发动社区居民集体经营沙滩的先例，接下来就等明年竞标的时机。对于游客，沙滩只是一趟旅程的风景，但是对于李天玉，沙滩是从无到有的苦心整理。沙滩是国家资产，但是国家更该了解沙滩与社区的情感连结。水山县高中升七路的吼，青少年的这好毕业以后，找无头路嘛，啊找无头路都外流走啊，外流走咱感觉讲，不只创这老者想想要做那什么创，找不到年轻人吼，我可惜咱就讲，真难人出地吼，真难回乡来点么就个上街。李天玉知道，在旅游时代中，一片沙滩对于爱门村落未来发展的意义。当一位村长，他必须为爱门后代子孙找寻生机。哦，这个蛮新嘛。哦，这个是白杉的一种啊。这个树的呢，能发金哈。捡上一颗颗珊瑚石，李天玉像珍宝般的收着，这些都是沙滩艺品的创作材料。这只只讲起来吼，真水啊！这你改做的？改做的啊！你看这种 Q 的啊，你看，吼、哦，那有像动物型的哈、哦，这只这个像贝壳嘛，这。相当对迄个对海哦摩擦很久啊，这个这若是喷迄个亮油了，个哇，真光了。美丽的贝壳石头画在眼前展开，李天玉想要在新公司成立后，让他们成为爱门沙滩的美丽商品。爱门沙滩书写一段社区永续发展的动力，让愿景不被剥夺，真实结合着澎湖人对故乡的爱。
在澎湖南海、望安和将军两座岛屿，距离很近，情感却很遥远。早期因为渔权冲突，两座岛不太亲近，但是一项跨海大桥工程即将连接两座岛屿，让他们合而为一。澎湖将军屿，一个渔业繁荣的渔村，但是从事渔业辛苦，加上渔业资源枯竭，岛上有着年轻人口外流的问题。叶深红算是少数愿意回到岛上的年轻人，因为童年的生活记忆让他不愿留在城市，一退伍就回到家乡。会回来这里，也是因为我本身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兴趣，我的兴趣是潜水。那你要叫我到台湾去，我必须要去工作当上班族，那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我受不了。啊，回来这边潜水，当然也必须要。第一，一定要能够糊口嘛，因为我也有家庭的，每一箱里面都是，我看他拿出去哦。他传承家族的技艺，成为一位技术熟练的潜水渔夫。我们潜水算是世代的吧，从我爷爷开始就在抓龙虾了，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反正就是会啊，就国中的时候就开始会潜水，但是那时候还是所谓的自由潜水，自由潜水就是没有任何器具，就是戴着面镜啊，挖呼吸管就下去了，啊，现在是已经算职业潜水了，因为我们这种是属于船舶式潜水，船舶式潜水就是空气压缩机，它是装在渔船上面，然后牵管子，然后装那个呼吸器，然后让我们下去水底。在长期潜水的时光中，叶深红早期大量采集贝壳，制成商品贩售。但是为了走向生态观光，他减少大量采集，思考转型成立一间贝壳博物馆。这一柜的贝壳哦，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将军南海这边的贝壳。所谓的南海就是属于将军这边的海域，望安啊、七美、花屿、东极、西极、东屿平、西屿平这边海域的贝壳。我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这边的种类大概已经有大概650种到700种。我会看什么样的贝壳，如果说这颗贝壳我已经有很多了，或者说这颗贝壳捡起来是不好处理的，我可能会选择不捡。收集种类繁多的贝壳，必须分门别类。从一位生物分类学的门外汉，他开始购书、上网找资料，一一分辨手上600多种的贝类，成为一位贝壳达人。找到了，这什么螺？岩石芭蕉，这个。所以你的螺都是自己这样慢慢对？对，就不要一个个找图鉴去对。啊，像这种贝壳的话还好对，有一些贝壳的差异性只在于颜色或点点的不同，脚的长短，就这样来分辨就是两个不一样的贝壳。我以前刚开始收集的时候，我会以为说这个贝壳是还没长大，小时候是长这个样子。其实有这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贝壳只要有一点不同，或者就是说大小不同，它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贝壳。一柜的贝壳，叶深红能够说出每一个贝壳的来历，为游客进行生态解说。这颗贝壳其实不特殊，因为这个叫维纳斯古螺，其实很多人有，是属于古螺科，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维纳斯女神的梳子，就是这颗贝壳。但是问题是在于它的完整度，这颗的完整度几乎是100%，必须要我们潜水的人才有办法拿到这种几乎100%不断刺的贝壳。这应该是目前澎湖最大的贝壳，36公分的唐冠螺，它是属于一种大型贝类。但是问题是，像这么大的哈，
我潜水当职，我职业潜水也三年了，从来没有捡过了，也没有看过了。包括我那些收藏贝壳的前辈，我也没有看过他们有一个这么大的贝壳。对，这是重复的。其实贝壳的世界除了观赏其外形，了解它的生物知识也是相当有趣。像这个形状奇特的贝壳，竟然有着海底地质学家的封号。贝壳为什么叫地质学家？因为你在水底捡到这个贝壳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水底的地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它小时候它会分泌出一种唾液，然后把旁边的小石头跟贝壳粘在自己的身上做伪装。回到岛上，叶生红为观光时代来临做好准备，望江跨海大桥的新建也让他充满期待。我为了回到这里，在当兵那一段时间，我也考虑了一阵子，那后来决定要回来的时候，我也去考了教练的证照，也去考了 CPR 的教学的证照，为的就是我对将军这个土地的热爱，因为我想要回来做有关那个观光这方面的，因为这座桥。在澎湖离岛旅游行程上，旅游船只通常在望安靠港，游客搭车环绕望安岛之后就搭船离去，很少渡海到将军旅游。叶生红相信，一旦望安与将军两岛之间连接桥梁，游客能够方便前来。但是他也害怕桥梁连接会让将军旅游遏制化。如果有一天呢，将军变成望安之后，其实那并不是我所乐见。我并不希望将军的观光走向那样，就是你一大堆人、一群人来，那你坐个游览车逛一逛，你完全不晓得这边的人文、风俗、民情，你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你就对这个岛的评价很低，就觉得说啊，这里有哪有什么，来这里干嘛？看古迹没古迹，看风景也没台湾漂亮。那来这里要玩什么？来这里你就是要体验，你必须要体验这边的渔村的生活，或者说知道说这边的生物跟台湾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潮间带的生物。比如说这些贝壳。回到岛上，不到30岁的叶生红已经相当适应故乡的生活。对于观光旅游的未来，他有十足信心。但是对一座桥带来的改变，在期待中也有忧虑。这座被期待的望江跨海大桥新建的命运坎坷，从规划开始就一再流标。2002年正式动工，现今到建好二端桥柱，承包新建的公司终止契约，让原本今年年底该完工的大桥就成耸立海面的断桥。我们这个现在是那个嘛终止契约嘛，哦啊那个局里面一些。结束完的话，验收局里面已经完成了嘛？我现在就两个，一个是现在外面就说，一个是你们是不是经费不够？是不是上面的经费没有在下？哎、欸，不是不是，哦，经费是有的，有了，那不是经费不够，那技术的问题？那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这是只是承包商的问题。他们那边、欸、对，那有新的厂商也招标成？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重新办理预算，预算好像是要已经送到局嘛，要送到局的公路总局嘛。巨大的桥梁闲置在海上，海水的锈蚀加速毁坏。岸上为了建桥，更是大面积开挖岩盘，辟建营建工地，自然生态景观遭到严重破坏。望江大桥该不该建，一直存有争议。望安、将军两岛之间原本有交通船联络，十多分钟的航程连接两岛的交通。在一心朝向观光发展的离岛，发展的瓶颈不是交通不便，而是保留多少吸引游客的观光资源。巨额的桥梁建设工程款，如果用在适当地方，效益是否更大？
在望安岛上建一座大桥，金钱不断投入，观光效益难以评估。但是离桥不远的中社古厝群，却因为缺乏经费，让具有观光价值的文化古迹日益倾倒荒废，形成一种对比荒谬的场景。等到晚上差不多六点，缪家穗是一位国文老师，在退休之后，一个人回到望安中社的故乡，整理一家小小特产店，卖些乡土产品。过山的时阵，就给捧米棒，就用这米、玉米，落去大鼎的，盖起来，香皂，咧剥，剥好煮白芽，落去用手工安尼一粒一粒锁起来，锁起来吼，就家有喜事啊，还是吼嫁娶啊，就是安尼啦吼，厝边头尾送两粒，来表示讲要结婚啊。喜欢故乡的宁静，缪家穗自封为如意居主，用一种享清福的心态，在这个悠闲的时光里，创作一首首感怀故乡的诗词。渔火夜夜映海波，夜捕鱼虾应满箩。长堤独坐谁一半，明月清风处处多。中社古厝群被誉为台湾最有潜力竞争世界遗产的历史遗址，以 logo 九建起的百年老宅，处处充满文化光辉。当初建的时候哈，这是这款的物件啊，往大陆来的，别人走过就顺安尼走过，无得看啦哈。这拢有代表意思啊，这个哈里面有石榴啊，代表多子多孙啊，啊些仙桃。表示长寿的意思，啊，迄葡萄是哈，一粒一粒粒是一代传一代哈，足多，枇杷有，迄款的枇杷，伊这拢足几啊百担啊，拢袂歹。造币，这个造币的作用就是哈，挡着海面直接，直接安尼有这款的对冲刷，对冲刷，所以伊即马起个变作刀形，安尼吼。来挡煞的意思啊。但是长期下来，中社古厝群如同一个古迹保护的宣传样板，除了修建几间，多数古厝任其倾毁，失去原有的文化之美。我们这些老古式房子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遗产了，因为有经过三四百年了还存在，那个这就有保留的价值，我们希望政府就是说用很多的财力物力来把它维持住，不要让它再继续倾塌，不要让它再倒塌了，这样也许这个景点还可以留住，然后很多希望看到古时候的三四百年的建筑的东西，还是可以有吸引到一些喜欢考古的也好，观光的也好，蓝绿色的哈。回到故乡四年，缪家穗看见古厝群破坏家具，老屋倒，新屋盖，中社古厝群走向毁灭，而非保存。今麦有诶拢吼起一半啦，参这好好诶拆掉已经老，可能下雨漏雨漏得很厉害，然后他就拆掉。用老木头砌一间安尼，所以留一半老古厝，留一半现代的水泥房，都这样一半一半，很多都是这样。其实古迹保存并不是花钱盖新房子，可以透过维护整修的保存方式，让老宅不会那么快倾毁。较早建筑哈，伊个
手工也好，伊个选材也好，吼，伊一定爱甲你考虑讲，你即间着爱住几，住几啊代，嘿嘿，唔是讲吼风吹着就要倒，安尼哈，啊，排水他也给你考量，啊，向阳日向阳的，啊，朝避风的，啊，位置他都会给你设计得很好，老高就处。有整理哈，有人去的时阵哈，都足好维持嘞，啊，足好维持。啊，无你讲放回烂，就意思就同款啦。无人住就是讲放回烂。一个原本可以适度修缮、保存原貌、创造观光生机、让人口回流的地方，却开始陷入发展不易，居民迁走，老房子更加破败。更无文化生机的恶性循环中，于是亟待整修的古厝任其荒废，却撒大钱盖一座效益不大的桥梁，资源的错置利用让愿景终会幻灭。它是属于单体商品。退伍的年轻人、退休的老师，在生命中选择回归故乡。他们心中有梦想与期待，但是离岛的建设开发究竟该如何规划，才能圆满地搭起愿景与现实的桥梁？社区发展和建设开发成为澎湖愿景中显而易见的事物，但是离岛愿景最大的问题在于时代的传承，包括教育资源以及新移民妈妈的生活协助。岛上一群来自东南亚的新移民妈妈们正在为一场晚会进行舞蹈排练。他跟你讲说两拍两拍两拍，不是这边摇摆，就是那个哎呀男孩姑娘的很好处。七美岛上约有60多位新移民妈妈，原籍越南的傅金莲嫁到台湾已经10年，语言沟通相当熟练，十分适应这里的生活。我都是阮姐姐嫁来遮啦，啊，然后阮公公啊，伊感觉讲阮姐伫遮是袂歹查某啦，啊，然后伊问讲，啊，你敢有小妹？啊，然后阮姐讲有，啊，伊就讲啊，无你介绍互阮囝。傅金莲的公公与先生经营杂货店，并在七美从事资源回收工作，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相当和乐。担任七美国中老师的吴亦如，从离岛教师变成七美媳妇，8年时光留在岛上。教育学生也照顾家庭。当初会选择留在这里，第一个很现实考量，当然就是为了就业嘛。离岛考的老师并没有那么多，那我那一年来考5个缺，还其实只有4个人报名，那我就选择七美。我用1包5块，用2包。傅金莲与吴亦如都是从外地进入澎湖的新移民，但是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澎湖的世代传承扮演自己的角色。那青沙它对大自然的贡献呢，它有两种，它一种是它本身会吃掉一些不好的藻类，把好的藻类留在大海上。第二个，它自己本身在七美离海洋很近，但是学生并没有太多学习生态课程的机会，遇上外界愿意协助进行生态教育，学校就以课外活动方式要求学生参加。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观光区的潜水员，那我们跟他介绍说，这个潜水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当时随着地形，
我们清水本来刚刚讲过，它本来就是一层、两层、三层爆炸嘛。那经过几十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它连不做，地形会是不一样的。那地形不一样的话，如果这边比较薄的时候，岩浆往这边流，这边是大海，它会变成怎样？就变成这样子吧。它在凝固的时候，随着地形变化，就变成这样子，放射性的不规则旋涌岩。国中生总是活泼好动，以玩乐的心情认识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让大家更兴奋的是，却是第一次搭乘游览车，观看自己生长的岛屿。这里孩子要户外教学的机会其实就是很多了，因为可能你要到台湾或是到马公本岛，交通的是一个交通工具的庞大的负担，所以这算我们第一次坐在游览车上，对不对？对，我带他们三年级。清美岛屿地势高耸，断崖风景十分壮丽，尤其知名的双星石户更是吸引无数游客前来。但是和其他离岛观光一样，多数人赶到石户前拍照留念，或是急急绕岛一圈之后就赶着搭船离去，根本来不及体会清美的迷人风光。他并没有说我融入这个社区，我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不过我想也是跟这边的澎湖的旅游业者有关系啦，他推的就是这样的行程嘛，对不对？然后他也没有给游客有机会说认识这边的环境这样子。对，客气。傅金莲的小儿子和吴亦如老师的孩子，两人是幼稚园的同班同学，一起念书，一起玩耍，一起在清美成长。快快长大，跟爸爸一样厉害，对不对？在幼稚园班上，许多孩子都是新移民妈妈的子女，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学习障碍，这都归功健全的家庭分担子女的教养工作。学习的状态其实都还跟一般的孩子差不多，不会说有特别说好像比较迟缓或是什么的。如果是新移民的话，几乎都是妈妈来带，可是如果是当地的小孩，有可能就是阿公阿妈来带会比较多，就是反而是当地的小孩跟父母亲的那个亲子互动可能还会比较差一点点。因为那个如果是当地的孩子，他可能有些是隔代教养，新移民的妈妈就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所以她反而可能跟孩子的互动会比较好。Hello， 这个很亮，这个很近。对啊，跟你说会比较亮。好，你东西记得放回去啦，放回去啦。哎，再见，以后跟老师再见。再见。傅金莲接送孩子放学，回到家中开始从事家务，两个年幼子女就在一旁玩耍学习。因为自己种，我们就会自己捉虫啊。啊，小孩子也是啊，我们要多培养他吼，他才不会变小坏小孩啊。我两个无用啊，啊我无读册，安尼囡仔拢无同学。有许多新移民妈妈帮助家计，他们来，他们生根，他们伴着孩子走向未来。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其实有些家庭反而因为这些外籍妈妈的到来，而整个家庭整个结构反而是更健全，等于是一个女人帮他们撑起了除了经济上孩子的教养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跟社区的关系上。前面坐，前面那里五个人一组。
晚上七美国中的补校课程开始，许多新移民妈妈前来上课，年幼的孩子也一同前来。各位妈妈哦，谢谢你们参加。其实本来晚上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是补校的时间啊，那刚好因为有一个绘本的活动，然后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国小的郑嘉璇老师。谢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中山国小马公中山国小的老师，我大部分都带五六年级。那今天老师要教你们做一本自己的书，就是说怎么样从厚纸板啊纸可以做成一本书。材料都在桌子上哦，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一本书把它完成哈。现在我们分组做。吴一如和许多国中老师们协助补校课程的推行，让这些新移民妈妈能够有学习的机会。还没结婚前，我常到社区去走嘛，然后就有遇到一些外籍的妈妈，他们会有很希望学习的那种，就是那种意愿出来，会说：“哎，学校我们一些课程，他们想上。”我说：“好，那我试着拉进来看看。”那当然一开始我会遇到七美的家长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就觉得你怎么把是外籍妈妈也拉进来上这样。下课之后，吴亦如结束一天的工作，成为一位陪伴孩子的母亲，回归到自己的家庭。我也总觉得体力被榨干的感觉，这样就是说变成你身上的角色太多重了。然后我是教师，然后我可能是这边家长，我可能是朋友啊，然后我也可能是妈妈母亲，就是太多的角色，还有变成你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其实人家是对你会有所期待的，因为他们相信你会做好做到，那相对的对你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小岛生活并非想象的自由闲暇，当吴亦如开始想为七美多做一些事，生活就是忙成一团。老师，老师可以来拍照了。来，一、二。辛苦的成果流露在学生信任的笑脸中，他们成长后应该会记得在故乡曾有一位让人感动的好老师。就是油菜炒越南的这种，晚会即将开始，傅金莲忙着烹调提供晚会的菜肴，她准备越南的美食，在厨房这个空间里收藏新移民妈妈不易显露的乡愁滋味。常不常煮越南菜？越南菜哦，有时候想吃才要煮哎。你自己会想，会想吃。啊，你先生跟公公吃的习惯吗？吃习惯啊，他会很喜欢吃啊。换旧来好不好？20度了。薛先生对傅金莲有着无限体谅与关心，鼓励他进修学习，也支持他协助社区工作。但是他像传统的先生一般，太多情谊不愿多说。阿莲啊，喂，出去玩啊？以前他买陌生人，伊较袂晓讲话，所以伊吼较歹势。他很顾家，第一就不抽烟，不喝酒，也是没有吃槟榔，什么都没有。他早上5点多就起来做工作，做到晚上。你们赶快去找你们的裙子。好，来，各位来宾们，叫你自己多牛啦，哦，你叫我自己，哇，这应该是台湾来哦。晚会开始，
新移民妈妈陆续出场，在带点宣传味道的晚会中，他们以曼妙的舞姿跳出他们的自信。在七美岛上，就像离岛的缩影，有人离乡远走，有人移民加入，岛屿的生命不断延续，世代传承的意义也在平凡中显见真情。我之前都说我第一故乡是屏东，第二故乡是台北，今年如果过完，我待在七美的时间已经胜过台北了，那第二故乡就是七美。就是从我刚开始的抗拒不适应到现在，我认为我是七美人。因为爱所以留下，因为爱所以奋斗，从沙滩岛屿到世代，每个人有不同的理由留下，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奋斗。他们可以以愿景为名无尽奉献，但是没有说出口的，却是对澎湖故乡无尽的爱。